蜜蜂是社会性昆虫中最著名的一种，它们以其协作和高度组织化的行为而闻名于世。蜜蜂群体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智慧，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找到最佳的食物来源和建立高效的蜂巢结构。这种群体智慧的形成涉及多种生物学原理，包括通讯、分工合作、信息交换和遗传等。在本文中， 我们将探究蜜蜂群体智慧的形成和背后的生物学原理。首先，让我们了解蜜蜂的社会结构。蜜蜂生活在由女王蜂、工蜂和雄蜂组成的蜂群中。女王蜂负责产卵，工蜂则负责收集食物、建造蜂巢和照顾幼虫，雄蜂主要负责繁殖。蜜蜂的社会结构具有明确的分工合作，每个成员都有特定的任务和责任。 蜜蜂的群体智慧主要体现在其对食物的搜索和利用上。当工蜂寻找食物时，它们会返回蜂巢，并透过舞道语言来传递信息。舞道语言是一种复杂而精确的行为，工蜂透过舞道的形式告诉其他蜜蜂食物的方向、距离和品质。这种舞道语言能够让其他蜜蜂准确的找到食物的位置，从而节省时间和能量。 蜜蜂的舞道语言是基于天空中太阳的位置和方向的。工蜂的舞道方向与太阳的位置有关，以告诉其他蜜蜂食物的方向。此外，舞道的倾斜程度则表示食物的距离。蜜蜂能够根据这些舞道信息来准确地定位食物的位置，并根据需要调整飞行方向和距离。蜜蜂的舞道语言还包含其他的信息，如食物的品质和种类、舞道的频率和振幅。 可以告诉其他蜜蜂食物的价值和味道。这种五道语言的精确性和多样性，使得整个蜜蜂群体能够高效地找到最佳的食物来源。蜜蜂的群体智慧还体现在蜂巢结构的建设上。蜂巢是由蜜蜂用蜜蜡建造的，它具有高度规律的六角形蜂房结构。这种六角形结构最大程度地节省了空间，并提供了最佳的存储和使用效能。蜜蜂能够根据蜜蜡。 和其他材料的可用性和需求，合理安排蜂巢结构的建设，确保最大限度的满足蜜蜂群体的需求。蜜蜂群体智慧的形成还涉及到遗传和基因的作用。蜜蜂的行为和群体结构受到基因的调控，具有特定基因组合的蜜蜂更倾向于执行特定的任务，并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这种基因的遗传传递和表现，使得整个蜜蜂群体能够适应环境变化。 并有效地执行各种任务。蜜蜂群体智慧的形成是由蜜蜂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信息交换所驱动的。蜜蜂能够通过触碰、嗅觉和舞蹈等方式进行沟通和协调。这种相互作用和信息交换，使得整个蜜蜂群体能够集体行动，解决复杂的问题，并实现群体的目标。总结来说，蜜蜂的群体智慧是由其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 沟通和协作机制所支持和驱动的，蜜蜂透过五道语言传递信息，协调食物的搜索和利用。蜜蜂还通过基因调控和遗传传递来实现分工合作和群体智慧的形成。这些生物学原理使得蜜蜂能够高效地解决问题，找到最佳的食物来源，并建立高效的蜂巢结构。研究蜜蜂的群体智慧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蜜蜂的生物学特性。 还为我们在群体智能、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应用价值。